你家小孩吃饭总是让你三催四请的吗？今天教你做超下饭的酱爆肉丝，保证让你的小孩吃到不要不要的。超下饭的食材有猪肉丝、小黄瓜、葱、酱油、太白粉、香油、米酒、甜面酱、糖，还有秘密武器。首先用酱油、太白粉、香油、米酒来腌个肉丝，腌个十分钟左右。再来把小黄瓜、葱切丝，泡水备用。用香油把腌制好的肉丝下锅拌炒，炒到八分熟后就可以先捞起来喽。不要以为下饭料理就会很吸甘，只要多加一味，就会让你很甘醇哦。接着在锅中加入味噌、甜面酱、糖及开水，味噌可以让味道变得更柔和，就不会吸甘哦。酱料炒出香味后，倒入肉丝煮熟，最后加上解腻的小黄瓜，超下饭的酱爆肉丝就完成喽。